方好坏皆因缘，慈悲关怀造长远。也想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在这段时间呢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咱昨天必胜宫连锁提供的节目，你收音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，现场开放一线电话，5966449啦吼。明仔载的5月7日，肉粽节啊吼，人讲吼开始哦，人家吼。啊，所以讲食肉粽啦吼，这是一个文古早所留落来文化，啊，古早讲所留落来这个吼习俗啦吼。咱厝内底吼，我用菖蒲啦，有诶无诶吼，啊，甲吊吊到门下口，讲安尼当辟邪啦吼。我咧讲啦，咱讲芝麻塔也够邪当辟啦吼。只要咱家己平常时啊吼，心若较好咧，做啥物代志较纯纯咧吼，上天咱家己那是有。感恩啦吼，啊，不管讲今日天气是热啊无热，拢爱感恩，因为也个有嘴，也个有一口气吼，咱呢也个有水嘞吼，也个有通啊啉吼，安尼咱就是爱去感恩天地，天恩树德拢爱感恩。大量呢做大水呢吼，一届都爱吼，甲足济人吼，迁移去啊较安全的所在。你个看嘛，10万人呢，10万多人呢，要甲迁移对。哦，一下子哦，哎，哗，这个呢，大水涌来啊，呢，狂风暴雨啊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你讲哦，带了跨，但是呢，吼、哦，嘛是有真济危机啦，你讲是不是呢？啊，那个危机哪来？咱就感觉咱台湾是风来先到了吼、哦，有去比较，你就知影台湾的安定，台湾的好啦，吼、哦，真正爱感恩啊，爱感恩啊，吼、哦。大地神威，救星护驾。
母娘慈悲，母娘慈悲。人说母娘，母娘，我们的娘亲，母娘，你认识了她吗？你真正拜到母娘，有感动吗？有没有跟母娘隔空对话？有没有你的心灵感应？母娘，我们现在世界有点混乱了啊，这个世界混乱啊，是要怎样？不要说一个家庭的混乱，小小一个团体的混乱，一个小小的问题，都是因为的心念而撼动了一些不平衡的一些事，你也没办法去平息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啊，要来求助母娘，我来告知母娘，我今天我遇到了什么事。好，那母娘有时候呢，你坐着在那边聆听你在诉说你现在目前什么状况啦，吼，家运安怎啦，是安怎好人，吼欺负啦，是讲咱今日拄着不平诶。其实母娘给你回应的拢是啥？叫你讲福爱夸，福爱夸，叫做福宽容忍，心灵自然就会提升，福宽容忍，心灵就会提升。做人为要，就是一种吼，咱讲卖计较，鬼的好。做人为要好心田呢，吼得个量，得量真实，烦忧无嘛。吼，你那得量有真实，有踏实，你烦恼都无啊。遐所有一丝丝啦，一丝丝啦。以前遐所有无满意的，即嘛时间过啊，应该嘛会慢慢啊天赋啊。所以讲德量，迄就叫咱人的德哦，德量真实。真的你有德量，你真真实实的、踏踏实实，你的德量是在的，你的烦恼就没有了。舍恶行善，终改好。咱唔要去做过歹代志啦吼。但是呢，吼，咱啊，如果真正捌去做过一件歹心的代志，啊，是讲捌去做过一件吼，家己认为安尼无良心的代志，你都爱下恶行善，头头改，头头改，甲尾啊，总是改会好啦吼。所以甲你讲，正事成功，世事磨练，做事品行都爱多反省啊，处事品性多反省。心做断尽，宿命通。心来做咱，咱的断正有真实，你的宿命就会通。所以咱的歹命不是无原因的，歹命不是无因果的，歹命一定前因有果。所以甲你讲，心要做你，你就要先断正。你的心是要真的宿命才会通达。牺牲奉献行善要多做了吼。所以跟你说，牺牲奉献行善中呢，藏应脚踏实地步。现在说劝应脚踏实地步，方向把握原则定，方向把握原则定，原则要定，你原则如果没定，你就是有理嘛吼。所以我们人要决定一个方向，还是说要决定一件事情，你必然一定要有坚心，那个坚心还没够，还有真实的心，脚踏实地，有想要做。所以母娘跟我们说，世事沧桑没定局，现在要怎么有定局？一世界这样看，跟听，都有点乱，世事沧桑无定局，珍惜短短好时光。既然是世事沧桑没定局，我们要怎么珍惜短短的好时光呢？处事平稳，无慌碌，心境，咱就讲心境，心境静落，地上足，思念金心撇免处，叫咱代志少想一下，看免撇免咱家己做唔对啦，咱的想法也唔对，去做工作当然都是唔对，叫咱讲哦，代志爱事事的要去思量谨慎。避免去犯错，
跟你讲，忍耐随身免惹祸，就是忍耐随心，卖惹代志啦吼。忍耐吼随心，好好歹歹，总是时间会过。啊，咱卖去惹灾乱，也卖去惹祸端啦，日子会较好过。所以跟你讲，咱要心灵福禄由天定啊，还是心灵福禄由天应？也是由你自己定，拢看你啦吼。你要创造机会换幸福，嘛爱看你啦。吼、哦，唯愿切问心上在呢，唯愿咱这众生，咱这灵儿红露，恻隐的心一定要藏在，藏在你的八四田里面。母牛跟咱讲，唯愿你的切隐，像母牛安尼慈悲的这种心，定定爱存在。对人对事爱相敬如宾，不为过；爱惜万物，爱群生，性必西天大佛境。即马咱也是吼，讲会晓去爱惜万物，爱群生啦吼。伊讲性过去西天呢吼，规日甲佛祖拜啦，吼性必西天大佛境。修行修义同孝顺呐，众志成。心诚心相违，开拓宽度心归正，咱来当开拓迄个宽度啦，好，自然心就会归正，北等啦有够宽，所以甲咱讲，创造人生靠自助呢，世道无分你甲我，广福天地，你来我都广福天地啦，你就会得到真的福财啦吼。这就是吼，今日咱听咱的母娘的圣曲，然后我觉得母娘的圣，这个圣曲真好听，吼，词汇，吼啊，觉得吼很欢喜心，然后也感恩，然后咱讲干杯，但是咱个容易听有诶，吼，阿母娘甲咱讲的话，叫咱处事爱平稳，吼。唔通慌，路才袂行唔对诶，吼、哦！唔能紧张，不要慌了，你路才不会走错。伊家咧讲世事沧桑无定局呢，事牛谨慎呢，吼、哦，避免犯灾咯，避免犯错，日日在好安尼。Thank you.
母娘，因为吼，咱有咱的道亲的讲，梅长师姐，你话讲很长，有时候要听哦，很多好听的母娘的歌，啊，拢无机会去播了吼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话题缩短一点吼，讲较短小可啊，啊，有他加加嘛听一歌吼，新曲啦吼。伫这个咱咧讲，神是气之主，气是神之庙。祖庙相见，得做神仙呐、啊，起地玉花金莲。在一两周，就是咧讲着讲吼，咱要安怎吼？伫这个主公认真吼、哦，认真性用真气。主公不晓根源吼，尽学帮文小说，即我就咧讲吼，咱即嘛吼啊，伫这个七宝珠庄园。普济群生的时阵，咱即马咧讲拔梨啊吼，啊就是讲吼要拔片拔梨树，啊就是讲你要甲做甲啥物，你拢总归要平等，啊你真是平等的吼，这实在是无简单啦吼。你讲一个做一个，不管讲是大官小官，你要讲百姓，是咱讲咱会去拜托人吼，啊咱的囡仔明明都做唔对，唔对都咱的囡仔。不过咱会走后壁，走后壁咯，包红包也是讲去共拜托，拜托啥？拜托我阮的囝吼，减判几年啊吼，拜托我的囝吼，啊因为做唔对吼，啊你就爱去拜托，喏，这就是你叫做啥？你难免啊平等，做官的人嘛未平等，为什么？啊，较早咱捌受着人的恩惠。哦，啊，我即马咧选举的时阵哦，啊，都你都甲咱扛着桥，你有甲咱倒出钱，吼、哦，甚至你有咧扶，你有咧倒扶持，就变成啥？你欠人人情嘛？你欠人人情，明明这个囡仔都真正有唔对咧，但是你用你的权去压呀警察，用你的权去压呀，许个啊判落来敢有讲无讲啊？哦，就是无讲，啊，就俺就无平等啊，要讨平等。所以讲，咱们只嘛要去找一个道德之祖、清净的元首，嘿，看来吼、哦，要当将归平定，永无可能呢。所以讲，主公如要修行呢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到咱人真正饭碗放掉去啊，吼、哦，咱就要来修行啊。食饭的时阵吼、哦，是讲要来食饭哦，吼、哦，爱困就来合眼哦。吼、哦，嘛无讲吼，伊是咧做啥物？就是咧先学两句清净尔。伊说要学两句清净，你若是如果讲我较早是做大官退休诶，你会一直在吼、哦、想过去啦吼、哦，以前吼、哦、你有去用羊托做啥物代志？明明这个代志都唔对诶，啊咱硬甲拗坏拗甲变对诶，吼、哦，这咱嘛是挂伫心肝底呢。因为咱当权的时阵，咱有错判；咱当权的时阵，我哪有去做过唔对的代志。当甲你经老啊，较侪岁的时阵，叫做主公，哪要修行？主公就是有地位的啦，唔是咱这万民百姓，咱无咧讲主公啦。万民百姓，吼、哦，万民百姓啦，今日要来修行，万民百姓讲我着食青菜，食较少咧，我青菜食较侪咧啊。啊，伊阿爸就较少咧，吼、哦！啊，伫吼性命相修来对面，咱爸那唔捌，但是不干，吼、哦！咱讲不干修性命之道事，吼、哦！唯唯惊啥？咱讲转乖人道，所以讲勿要诸公认真性，吼、哦，养真气。啊，诸公不晓根源，尽学旁门小术。啊，就是讲哦，咱如果那是今日个，咱是一个。有社会地位的人，你即马来想要修心养性，吼、哦，咱就是讲要造福养心的方法，吼、哦，不要干修性命之道之事，所以为啊，咱讲错失转乖为人道，意思就是讲，咱即马以前的世道虚华，较早就是逐工中昼时食饭，就是拢总是啥，人预约好的。要讲代志，要敲代志的，迄个宴无好宴啦吼！伊含阴暗时要倒来厝的，人都赶快搁约咧要啉，啊啉了后搁来刷摊，嘛是宴无好宴，都是在讲一些什么有利益的事，有利益的事也有错误的事，也有哦。咱讲我们自己哦，
身份有到了这个地步，但是没办法成为公，公公公不下来啊，因为咱欠人足侪人情世故啊，啊，所以咱讲吼，你要安怎有法度讲，要甲家所有的吼金盆碗拢甲放掉，我都退休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即马想要来修行啊，讲啊要来食饭，爱困就来困，无来甲咱打扰，吼、哦，咱要学一个讲吼啊，凡尘事平处，把凡尘的事全部平处，只用心中清净两个字，其余都不是。好、哦，因为你六脉给他修，其余都不是。好、哦，啊，修行是什么？伊就跟你讲吼，主公本来就真聪慧啊。好、哦，每在斋场呢，你细细的去审悟，好、哦，事己不流露于他们，功行能别有真功真行。所以讲吼，伊就跟你讲吼，若要真功者，需要诚心定意，打理神情，无动无坐，真清真净，抱言所依。存神固气乃真功，所以要跟你讲吼，咱那是要真正有啊，都靠前面遐虚华假境、名利关系，你要放啊！你需要修人因定呢，你需要第一个就是修人运德啦，好、哦、戒贫救苦，劝人患难，常行拯救之心呢，好、哦、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呢。好、哦，以万物无私乃是真行。好、哦，所以讲佛诸佛观诸公扎锤教感。你也看，咱一寡做大官的，你也看，也地位外好，足好个呀。好、哦，伊我都好，吼、哦、管理真济真济代志，啊，伊个目伊个耳目真济啊。但是这所有的显伫个这个台面上个，这诸公，好、哦，这所有的诸位菩萨。哦、你们真的要放下名利权势的时候，要归于平淡的生活的时候，你们所有的一切杂念杂事，以前都遐丰功伟业，你爱放掉无？哎呀，爱放掉。但是这些人呐，入来修行，我相信讲质量会提升。为什么？因为因的经验比咱较大，但是因的忏悔嘛，绝对爱忏悔，因为因冇真济代志是唔对的，是打叉的。我就跟他替人关说，这个明明是不对的，你一定要让他减少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拢爱靠啥？靠这官啊去关说，啊，靠这议员啊，靠这立委去关说。但这如果这议员、立委、这行政院长，到尾退休了后，真正这主公会当放下这所有名利关系，要来做一个修行的行者，你他们如果打得精神的时阵哦。诶，他们真清真净的话，有可能哦，他们修行不比我们慢。一旦感悟，一旦了解，时间无要等人的时阵哦，等到是这社会现单哦，提升伫这个高赞处的哦，来修行，因的这个功力会更加紧，因为因的经验足济啦，是非因嘛足清楚的啦，只是伫心肝底。哦，怕分手嘛，家己怕伫心肝底。我应该要忏悔多久？我应该要把什么事忏悔？我应该做错了什么事？心知肚明啦、啊。好、哦，这就是讲到吼、哦，咱今嘛咧讲三九五回化缘本啦，出自《中庸教化集》内底。中庸先生要讲的就是讲，真正家己观改正啊，你有法度度伊来修行哦。哦，这个果呢就大。啊、你来讲一个足平凡、足平凡的，他只懂得，哦啊、做做义工啦、哦，做些也是好事，但是他的体会还不够，也社会历练还不够，他的哈、哦、公跟书里面的所有平衡点都不对，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哈、哦、弧度，啊，没有那么大的弧度，你说你要从哪里去做起？啊，所以讲，伫这个人生的起伏的幅度足大的时阵吼，伊一旦想要修的时阵吼，他们所做的功德事、功德力，也许哦，吼会比一般平凡的众生修得比较快。这就是讲咱人的脑底啊，啊，甲咱人的智慧，甲伊所接触到的人，甲接触到的人事物，他有太多的历练，他有太多太多需要完成。
但是一旦回光返照，返程过了以后，诶，他的心清心静，他的超越一般世俗的人，他的成就有更紧了，你相信吗？好，这个真正人有的说放多放下多多谁要先喝，有的人说我金盆洗手，哎呀，金盆洗手的不要再做这所有的这劳模工作，不要再替人调解这事情，我金盆洗手不要做劳模的时候，他们头脑是很巧的人，这如果真的真心忏悔入道，这样下去修的话啦，我相信通他们永远是排在最前面的。为什么？你说夜车罗刹也可以去做菩萨呢，诸佛菩萨我们说很平等的，只要你反悔，只要你想要反省，都有机会嘛。以前我们做过山正地灵，以前我们做过感恩的人，以前我们做过不对的事情，只要你有心忏悔，都有机会或生成善果啦。啊，你既然有机会生成善果，每一个每一条灵，起码在这个21世纪末的时阵，就是讲末法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很用功啦，还大家都足认真要走在头前啦。我相信讲，这个时局跟这个地球啦，大家都看得到危机了，都会看到危机了啦。我们现在感恩啦，我们的书是书呀书，这我不知道，抱歉我眼睛没去看到那，你在那死死死已经死这么久了，我忘了把你接，我们现在先听一段歌，然后要接接来接啦，你有事请你再打一次，我叫刘刘叔叔叫给控我就可以了哈。Thank you.
今仔来收听一段非常好听的信歌啦吼。来，咱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慈联必胜宫的服务电话：5916-045，5916-045。咱的吼，咱那是讲这个玄德，然后讲玄德。这个玄德呢，吼，咱有吼，甲咱做一个吼小小的解说了吼。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吼啊，咱那如果讲吼，咱甲后边尾也够足长的啦吼，也够足长的。咱来讲到这个雕题很难，灵不起伏。今麦咧讲到这个雕题，这咱已经有讲了吼。咱今麦讲爱民治国。爱民治国，在玄德玄德章里面吼，你讲这两句是以无为之道，明爱民治，吼国之义，当顺其自然，各其各有，吼这里讲爱民治国，无能就是咧讲能无为火，这呢就是咱已经吼有小可解说过呀。啊，咱就是咧讲吼，是故天下百姓日受其爱而不知，日安其知而不觉。不知不觉，该以圣人之道，就是咧讲，咱要去学圣人的道德。天下本不可知，本不可见，所以无为而民自化，无私而民自富，无欲而民自富。就是咧故曰：爱民治国，能无为火。就是咧讲着讲吼，今日恁来讲，咱咧做的，拢是顺其自然。吼，啊，是讲咱咧做的是吼，民爱民治，吼，这个国家呢，自然呐，吼，你有一个民君嘛，也要去爱这个百姓，也要治国，啊，当然啦，吼，你有为爱民，吼，其爱必不能就偏嘛，所以未使有迄个分，吼，分官分家，吼，以有为治国，以治必不能平均呐，吼，就是讲，咱即马是安那，无得平均。因为好业就是好业，步步上天，行的经寸天。啊，讲我嘛是你人民百姓，啊，我嘛是你国家的人啊。但是国家的人呢，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身份呐。为什么？领导地址拢有福利啊，有身份证啊。吼，恁的老爸老母留给你什么物件？恁老爸老母留财产哦，你无留财产哦，你政府无管呐。政府敢知影讲吼，啊，继承人是谁要来继承？吼啊，因为你的父母已经老了，没有了，要把财产继承给你，啊，你是不是哎分多还是分少？政府干那在等啥？等收税金尔，遗产税安尼尔。吼，啊，恁老爸老母他分乎你偌济，伊也无管呐，对不？不知不觉，吼，该以圣人之道，这个道德不是用政府无用道德来做这代志，政府是用啥？伊是用因所有的雕来内底雕地啦，就是讲用他们的，吼。迄啰有一项啥？你讲啊，啥物税你就是爱缴的，因就是用这个吼啊，咱讲政府所有的规章吼、哦，你需要去罚，需要爱用罚的，有的人唔敢去继承财产就是安尼，因继承财产政府罚比继承的较济啊，吼、哦、啊有的拖了无纳的，地价税无纳的，啥物税无纳的，到尾去互拖拖，到尾嘛拢无人怎啊干脆无爱放弃的。吼、哦，啊嘛有人因为安尼，所以讲咱百姓治民，也是讲民治百姓，也是讲政府治百姓，好、哦、百姓自治治民，哎，拢唔对啦吼、哦。是安怎讲？咱天下百姓日爱己爱己不低，就是咧讲，咱感觉咱国家真好过啊，吼、哦，国家互咱嘛真自由啊。但是咱了阁有真侪法令，吼、哦，政府所规定的法令，吼、哦，必须你爱去遵守的。所以讲爱民治国。能无为不？会当做无为的工作不？你没办法像修行这样，吼、哦，说没有一个法治啊，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，吼、哦、啊，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条例，不可能嘛？那政府一定要有规定足侪条例，伊才有法度给你收税金嘛，伊才会让你做一个真正，吼、哦，为国家付出的一挂国民嘛，感谢呢。所以讲天门开阔。人为气候，就是讲天门这两个指人心啦，就是指咱人的人心。啊，人心为一心中持之主啊，是义为之天门，总持
就是讲咱咧讲天门啦，天门开阔这两字，咱的人的心是不是像天门安尼开阔？吼、哦，人心一心中是自主是为之天门开阔，两字就是阴阳动静啦，气质一字就是安静柔弱。吼、哦，人心有窍无？有啊，人的心有心窍无？有啊。吼、哦，个人出入动静嘛，吼、哦、以安静。吼、哦，柔弱之道，应受也是一切代志的事物，你一定要安怎？哦，在什么时阵动动呢？什么时阵主动？啊，什么时阵动静？什么时阵主静？是一知天文之开，哦，咱讲开还是看？开还是关的意思，就是爱由你自由嘛。你今日要出门，吼、哦，你今日要遇到什么代志，是由你的心的主宰。所以讲。天门的开阔是指咱的人心，咱的人心就一心的宗旨，一身躯的总主管呐。今日你要去做的代志，吼，你家己本身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打算，所以该讲圣人内照原明，事不知来呐，顺利之应。吼，啊，咱若今日唔是顺利之来，你嘛无多顺不之应啊。啊，顺利之应，不属阴性以阳嘛，不敌情害以性。不令物欲压榨，吼、哦，不随物欲牵移啦。所以人讲性转而心不乱，气欲而志不达，啊志不灭。吼、哦，这就是讲圣人天门开阔，吼、哦。真系讲天门开阔，天门甲你开啊，你嘛就爱，你嘛爱知阴阳，啊，你嘛爱知好歹。吼、哦，这个为此之妙，就是人心出入无时啦，动静不一啦，事不交接，事欲。已经生啊，喜怒哀乐，吼、哦，也是爱物欲，七情之妄，随感而发啊。吼、哦，那修道的人专在处处分会明白无，分会了解无，不属私欲之阴情，性之以恶，方可为之天门开阔，灵为气候。这两句的意思，就是咧讲吼，咱今日个天门不管是拢开啊，就你的心门同款嘛，是指咱的人心。你的人心，吼、哦，要开要砍，吼、哦，要好要歹，是你的决定的。吼、哦，伊只是甲你用天门这字来指着你的人心，做你一身躯的总主宰。吼、哦，是为吼、哦、天门开阔，要关要藏，吼、哦，也是讲要关要砍，吼、哦，要好要歹。吼、哦，要大要细，这个阴阳的动静，拢是由你呢吼、哦。要你看要去个安静，还是柔的这边，学柔弱这边，因为柔弱对咱来讲，较没有杀伤力那么强呢、啊。啊，所以讲，既然天门伊就甲咱指示咱人人心的心的中主旨啊，啊，心的中主旨，想啊啦，有人吼、哦，有人从恶路甲得志。吼、哦、啊！现在有人互嫌家呢，吼、哦、啊！有人做家呢，吼、哦，人讲天怒人怨，啊，偏偏到这个天桥，偏偏到人心是一个主宰，天门这两字就是你的人心的主宰。为什么那有这么多人把门关起来？嘛有这么多人呢？吼、哦，有法度呢明白事达明知，吼、哦，一旦明，吼、哦、明了解明者，心之内，吼、哦，内底面的光者、慧者。有根有灰是为明嘛？啊，明你都爱个白啊，你要明白啊。所以该讲明白事达，能无知火，就是咧讲着能无知乎的意思。心之本体所存嘛，为是白，改以虚灵生明，精灵生白，虚精明白，方可明白事达。事达就是讲通达无碍之意，无知即是不有情事。看人顺一之妙，人心本来是本体啊，源自虚名，本来是洁白啊，知因不易压榨啊，所有的跨界不能明白，为圣人虚情万明，不以聪明为用嘛。伊解讲无见无闻，无为无欲，只有一段空明的境界。有啦，有人安尼会使放空无？会使啊，你要像安尼讲，只有一段空明境界，吼、哦，无为无欲，吼、哦，无见无闻，吼、哦，不以聪明为用，感知则通嘛，叩之则应。
所以之所无穷呢，则又终日如雨啦。就跟他讲，哎，讲伊巧一个戆，啊，讲伊戆一个巧，啊，讲伊唔知一个知。但是知的时阵呢，吼，伊又搁用这种吼无为无欲的知，吼，用一段空明的境界来去享受到这个啥明白四达，去明白四达。虽说低无穷，则又终日，就跟他戆人同款，无知而无不知。无不知即是无知，故曰明白四达，能无知。啊，所以咱这么人吼，就讲啊，就足巧的，爱人足咬的，为什么伊会用到这种吼，互人看起来？咱讲大智若愚的迄种型的，啊，就讲伊巧半精戆，但是真正精，但是伊就会假戆。为什么伊会假戆？因为伊会互代志较清明。为着不爱让人，不爱让人心存呐、啊，有一些人太聪明了，反而是误了众生。因为咱一修聪明的时阵呐、啊，就今嘛咱作者吼，什么书、什么书、什么书吼，感恩书、赞叹书、什么书的这种啊，这因的聪明、空巧，拢比别人更加聪明。但是呢，伊就规定啦，你要亲近老师就要2000，要2000块。啊，你若顾不起，爱个顶来，密码爱个顶重设。你入了我的门，你就是必须要交钱，一定要交钱。交钱，你要听我的，听我的道理，你听有，你听听无嘛，听无。但是你基本也是同款来交钱。但是呢，咱讲要湛然存一，咱起码要学个湛然存一。人生之本体，源自虚名，本来洁白，只因物欲闭塞了哈。所有这闭盖、挂盖，你拢无法度清楚的，就是因为安怎？咱人若假巧的人，伊的挂盖就多；真戆的人，伊戆戆啊过日，伊无遐侪想法，也嘛无遐侪思想，都、就是要讲伊戆，伊阁无戆；要讲伊巧，伊阁原来无真巧。迄个时阵，拄啊达伫中央的时阵哦，会代志就特别多啊。为什么？生之处之生而不由嘛，生者欲由，处者养也。天意阴阳五行，化生万物，圣人一道的五常，滋养万民，天地之雕刻，所有这种行，中央万物，本味精有心而思化，用拢是无心的啦。事物而思人，万物来以生意欲，该是天地之有而不有。圣人替天地父母之心。而教养百姓，而利益以遂民生，未尝以行利之功呢。所以人讲立教以服民生，立这个教理要创啥？咱的不管讲是释教啦、儒家啦、孔子啦，还是咱的老子，今日伊设这个教，伊把这个经典《道德经》留落来，伊留这个《道德经》要创啥？伊讲圣人替天地父母之心嘛。要来教养这些百姓，行礼以达民心，所以讲未尝以行礼之职，伊嘛无职功呢，伊嘛无因为讲安尼，伊就是功。伊立教以服民生，未尝以服圣之功，所以伊无感觉，这就是伊的功劳啦。因物富物嘛，虽所思无不出于自利嘛，就所以伊无因为安尼感觉讲。道祖因为留下这本《道德经》，伊无感觉讲伊足伟大个啊，一人嘛，一如天地之无心而思化，无为而报德，国外生之欲之，生而不忧嘛，该是就是咧讲到这个，这个意思，这个宗旨的意思。啊，所以讲讲天地无心而思化，啊，想要讲天地要替咱教化这百姓，因为都既然天生地用啊。啊，既然都天生地养啊，啊，父母搁甲恁生啊，天生地养嘛，生者育也嘛，就是生就是爱养嘛，爱生就是爱教育，啊生就是爱饲嘛，啊，既这个阴阳五行化生万物都拢来啊，那圣人一定爱以道德五常滋养万民嘛，天地唔只有都安呢，甲这所有的人分出来，真正。是上顶的，上顶的，中顶的，佮中顶的嘛佮有，但是呢，
中央万物，咱敢有咧分讲百姓权啊，下落啊散。咱敢有咧分讲啊，这个人是破病，这个人是好啊歹。只要你的头壳无歹，你要知影道理，伊就是会甲你教育。你甲用耳孔听，你知影道理。该是天地之有，而不有啊！吼、哦、啊，信任替天地父母，就是讲，既然信任替，即马咧体贴着这天地，吼、哦、天下间的父母，伊呢出这所有的册，最主要就是要予咱会想要去爱的，有想要去研究的，会想要予这百姓呢，因为这册来家己教化家己，予咱家己呢会当成长咱家己。把咱家己的灵性占住，会当搁较提升，所以伊是来替这个天下间的父母，替咱这天下间的父母，加教化一挂百姓，心理以随民生。哦，咱讲啊，教这人如何，是毋是因着愈有迄个价值观？啊，因愈会创造这个社会势力的时阵，是毋是有去好着这所谓万民百姓？有啊，但是心理了后爱达民生无爱啊。啊！伫心理了后，讲爱分落大家哦，爱啊！立教以服民生，民生呐服，都大家拢会安怎？会互相啦。啊，你呐会互相，你较好个，我嘛无怨叹。吼、哦，啊，我较含慢，我嘛是安贫乐道啦。所以这叫做万民百姓受到教育啊。所以讲，咱这服性之公自幼，因物父物，吼、哦，咱随时吼、哦，不管是死。啊是安怎？咱要出自于自然嘛，出自于自然呐、啊。所以欲如天地之无心而施化，无为而报德，故为生之欲，生而不有。这就是种万物的物件。啊，咱只是看上占较济，占较占，占较少。啊，占有啊，占无安尼尔。啊是道德的，啊是硬抢的，啊是无道德的。啊，你爱的物件是有道德啊，无道德的安尼尔。所以这道德良知呢，吼，伫今啊这个时代内底，咱要讲着讲，有些人讲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吼、哦，自胜者强，吼、哦，知足者富，啊，强行者什么？有志啊，啊，说不失其所者也，时而不往左涉，还有也嘛是，吼、哦，咱会讲着道德经内底，咱爱先了解嘛，爱了解人。认识别人，了解认识别人，智者就是要了解认识别人的人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明者呢，他要认识了解自己的人，他叫做明者。明者就是要了解自己的人，利者呢，就是能够战胜他人的人，好、哦、啊，强者呢，啊，强者当然就是能战胜自我的人，他才叫做强者，好、哦。啊，咱讲一个富家呢，吼、哦，伊知影满足而无梦想的人，他叫真正好个了。伊真正好个就是伊知影满足，但是伊未梦想啊，他没有妄想。吼、哦，啊，一个有志气的人呢，他持续力行、努力不懈的人叫做执着。志气的人呢，叫做真正的志家。所以老祖呢，将咱人按咱家己的标准分成六类啦，并将咱各自的品行啦做比较客观的评价，做其中呢显示出老祖的知足而富是处世的世界观呢，就是咧讲啥，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伊是了解、熟悉别人的人，真正了解而认识别人的人，他是一个智者。但是呢，一个明者呢，伊是认识了家己。真正的明者了解了哈，他认识了解自己的人，他叫明者。哦，六者就是讲我会当战胜他人的人。哦，这就是讲我能够战胜他人的人是一个利者，但是强者呢？强者他是能够战胜自我的人，他才只是强者，伊有法度战胜伊家己啦。啊，真正富有的人，伊知影满足，但是伊未梦想。哦，这个有志气的人，有志的人，他能持续力行，努力不懈的人，所以讲人的言行不离道的规划，人的言行不离道的规律，可以长久不衰，生死道存，真正的长寿。所以人常咧讲吼，《道德经》讲一亲嘛是真亲，但是要甲了解，你认识别人是人人都你都能去了解。哦，
能了解认识别人是有智慧的人，能认识了解自己的人才是真正聪明的人，但是能战胜他人的人是有力量的人，能战胜自我的人才是真正强者。所以有时阵吼，咱来讲，到底经历看了，搁再看，你搁甲很多转来看，正看倒看，都做跟你讲的话，方是有利的啦吼。那本篇的思想呢，也就是说，在思想的精华里面，吼，他之所以不同于常人，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懂得洞察万物的根源，来滋补咱的灵魂。都做这本册呢，吼，这本册吼，咱要创啥？和咱来滋补咱的灵魂呢，主要是因为你懂了，你会洞察万物的一切根源，而且根源要来干嘛？就是要来滋补你的灵魂，好，滋补你的灵魂。所以人家在讲啊，俗人呐，好，啊，就讲你独异于人，好，你是一个俗人，好，啊是安怎？其实哦，咱来到这个世间呢，咱大家拢希望做一个平凡的人，然后无想要做一个讲吼足够的人。但是你若做到足够的人，你永远都无法度放下你要做平凡的人。就像做总统选两届去啊吼，啊两届总统坐煞过来，伊唔知要创啥，因为已经做过总统，过来嘛无啥好选啦。啊，到尾就要做啥？做顾问了。哦，啊又佫不甘寂寞啊，怎么办？所以叫他读《道德经》以后呢，他就会很丰富了他的人生了。来慈天必胜宫呢，吼，咱一波是两点半，哦，咱讲这些也好啦，吼，阿门书也好啦，一三五连升啦，吼，会当问，吼，啊，但是无落价。啊，那二十六日会当问，啊，但是有落价。好，啊，咱呢，道亲如果那是有代志，吼，要请示来，要来供来结缘啦，是要参加六月七六个，或者讲补课，或是讲补运啦，吼。包括就等于保温啦，因为咱有课就是爱温嘛，有温就是保温交包括，保温包括拢是共一条的啦吼，共一条。六月七六，咱若要参加，咱直接打电话吼，5916-045，出生年月日时写好了地址，安尼就会使。好，因为咱你安尼个讲，安尼讲啦，有人讲，敢唔免寄啥？唔免啦吼，你个想啦，你也邮差。吼、哦，要知影恁家的地址，你就甲恁家的地址写好，伊物件都会当寄去甲恁家啊。啊，恁就甲签收就好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填课保温，嘛是你的出生年月日，迄天灾地灾的，你当时出世的，因拢知。吼、哦，佫一样就是啥，你是属于甚物款命？你六月七五开天门，你来保温保课，伊会寄甲恁家无？会啊，因为照你的地址甲你的出生年月日，伫这个宇宙维度空间内底，无迄个神唔知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即嘛伫遮呢，啊，感恩啦吼，咱的节目有遮侪人来解扶持啦吼。需要药品寄送，许用款速查购买小盘香普灵灯或者是虫草黄山高宝，啊，咱拢会当来吼，啊来结缘啦吼。尤其是热天哦，张之王牛张之，我一直推荐讲吼，那下雨蛇行神仙开车来渡孤的人。牛樟芝，樟芝王你一定要吃啦吼！来，伫这呢感谢吼，咱的孙阿姐对咱的节目支持爱好，咱就甲今仔日的节目讲到这，讲了无好的所在嘛，唔忙咱的道亲多多包容，然后来看家啦吼！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